因为有人跑，就一次血。完了，又他妈吃到了。被用的东西，哎，这是蓝牌啊！ 特来玩家可以吗？啊！哎，我说实话，其实这个分段挺可爱的，就是你有一种，就因为我一般都打高分段嘛，所以这个分段我基本上不打，啊，一年也打不了几次，就是偶尔打一打，就是他们总是能会有一些出乎我意料的情况出现，啊，就比如说葫芦娃救爷爷。 我们要想找个妹子啊，我们可以带一带，对吧？带个妹子开开麦什么的。哎，是夜深了，说实话，感觉也没妹子。现在有妹子打排位的感觉很难找了。妹子一般打下路放牌啊，下阿特能碰到妹子，完了。我聪明着呢，你搞我，怎么可能？先打你个蛋。 像现在妹子玩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像现在妹子喜欢玩那个组排，啊，组排很多妹子都组完组排，那种4-1，或者直接就把号给别人五个人一起打啊。妹子很多追求那种胜率啊，很多那种女老板啊很喜欢这种打一个胜率号，100%胜率号啊这种。 游走，我操！其实我说实话啊，你们这些队友啊，是真的关心我啊，就怕我自己一个人孤独寂寞啊，硬是投票让我带着水友打。爱你们，这水友整得好啊，懂事儿，懂事儿啊，白子儿。 我操，还会扭走！我操，白子儿，白子儿，白子儿啊，白子儿啊，打完 T 掉不太好吧？啊，这投票也是你们投的，这打完 T 掉不太好吧？别人想学技术啊。
别人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别人是我的技术粉呢？就跟我在一局游戏中感受到我那种君临天下的感觉。我还好没往上走，然后都死了。这么想搞我啊？怎么突然一直打翻了病之后，怎么打得这么猛啊？这人一团犯完病不犯了。把他老黑了。我想认真的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今天晚上打这个分段打了1000个啊，明天千万不要让霸子偷奸爪娃，明白吧？我要求不高啊，他能拿个500个就可以了，哎，对不对？那天在我直播间那些霸子的粉丝说啊，霸子打150你就打100，哎，我今天下来打1000个。好吧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告诉我。弹不才打碎的吗？又有弹、啊，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啊？这个问题感觉真的是一个不解之谜啊！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？我觉得应该是先有鸡。坤之大，一锅炖不下。不给你们洗好了，我还得拿五个头，我先超神啊！把都得超神，超神是我的最后的倔强。我那把维鲁斯，说实话没超神有点丑陋。那把维鲁斯减去了之后就加了14个啊，加了14个等于对我来说是浪费时间。好在这个分段排得快啊，这个分段排得快就好很多。老 K 头位，你搞得我就很难受了。人都给，很明显我是小高手，你不给小高手吃人头吗？看不出来吗？鲁西安没眼力劲儿吗？拿走远一点，赶紧吃。
不行啊，我们这辅助感觉挺会玩啊，不是个菜逼啊，至少不是个菜逼，说实话。阿特下播的时候跟我说一声，兄弟们啊，我要跟他争夺下播的时间，哎，我要在他要在他之前下播。有蛋怎么搞的呀？这个小辅助玩的还可以吗？踢了，那行，等一下我们再投个票，踢不踢啊？我踢你们的，我单排双排是无所谓的。这种分摊，我说实话我没要求啊，只要要求队友不送就行。两个闪现，亏了呀！我一波炮车吃线没吃来的。完了，没全完，感觉可以帮一手哎，算了算了，帮不了，感觉可以帮一手哎。哎呦，哦，这也放啊，大哥，你直接攻 A 两下不就没了吗？还得出中亚呀，中亚感觉好危险，是吧？感觉可以不出中亚，能威胁到我的人不多啊，塞拉斯算一个吧。你们想找那种在我家嘎嘎送送水友，那怎么可能呢，兄弟，对不对？那但凡是个人也干不出来这种事情啊，是不是？那舍得这样送啊，对不对？你送的不是人头啊，送的是三国的命啊，是不是？送的是我们的情感和友谊啊。
单卡，就一个单杀啊，记一下。这把就一个单杀，记一下。压着了。你给满血的奎桑尼上点燃，你是觉得我们两个能打死他吗？啊！你给满血的奎桑尼上点燃，你给斯拉斯上，我也相信你啊！我觉得现在拉别人了啊，你不可能拉别人一把就踢了，最少得打两刀两把啊，好事成双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，你不能拉一把就把别人踢了，换成是你被我，你假设你是被我拉的那个队友，打一把就把你踢了，不合适啊。打两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接受，也不打多啊。而且换句话来说，难道换个辅助我就不能乱杀了吗？对不对？哎呦我操，你怎么这么给力啊，啊你搞得我很啊，你搞得又弹了。 Legendary哦，右眼跳，我右眼在跳，兄弟们，右眼跳什么？难上难，没事没事，等一下我们投票好了，没关系的啊。还带不带你们说了算啊，我都行。对我来说都一样的，没关系。这把完全可以结束火炮了啊！这个我现在这个发育不需要出重要了。很多小伙伴会疑惑，打这种分段为什么不出帽子出火炮？是因为火炮的这个价值啊性价比和作用远远要超过于这个帽子啊。我就叫银沙睡觉了啊！明天一好多事情，明天晚上6点得和热晒小虎他们打比赛，晚上呢虎神阿飞他们还得来我家，我一想头都大，赶快睡觉。单卡了去，我让你走了吗？单卡，成二。
你不想杀我吧，兄弟？我就猜到你要闪现。有没有人啊？哦，我杀，我杀，我操！哎，我杀个毛线，我杀！哎，我想找到一个落单的凤凰啊，可惜了。阿飞五杀了。啊！我也想五杀。单卡了吗？单卡谁了？单卡。哦 ，OK， 三个单卡。哦，金克斯单卡是吧？哦，好像是。单卡成赞。阿特五杀了吗？我也想五杀呀！刚才没有队友跟我，有队友跟我，刚也杀也五杀不了，因为对面有个老黑，老黑他太肉了啊。先买个中亚，然后换成一个没双刀了啊！买个中亚稳一稳，换把中亚换成帽子，够长，这一卖就够了呀。三个大杀了，兄弟们啊，三个！找人。真的是没有个单杀，四个单杀了啊！记录一下，四个单杀。阿特下班了吗？不是，阿特能拿五杀，你知道吧？他拿五杀的概率要远远超过于我。就我拿五杀可能是痴人说梦，他拿五杀绝对不是无地放矢啊！我也拿个五杀呀，我五杀加100，我立马拿五杀。